众朋友大家好，我是陈乐荣，今天欢迎是远道而来的新朋友，一个组合火星电台。大家好，我们是火星电台，我是黄少峰，我是曾宇。两位好，老师好，两位电台成员好，老师好。其实一开始就火星电台，我还不知道到底是一个人呢，还是一个组合，还是怎么样，就后来发现是两个人，两个人。好，先解释一下团名好了。电台是因为我们小时候听音乐的主要的，主要的渠道就是唯一的渠道，那会儿唯一的渠道。对，大概在九三九四年的时候，那时候北京有一档节目叫 Anyone Can Play Guitar。它是 Radiohead 的一首歌嘛？是。那个时候，在我们大陆有一个非常知名的 DJ 叫有代。他做的一款节目，他就请大陆的所有的那些 rocker， 唐朝啊，都会上他节目，然后给我们介绍西方的摇滚音乐。是。然后他们会现场就。他是叫每天的节目吗？还是一周一次？每天的中午。中午？中午的，就是12:30或者是。一点的样子到2点，我就记得是要跑去上课，还在听。了解，对，就中间午休的时候可以听一下。对，他是教你弹吉他那个节目。对，弹吉他怎么透过空中教啊？他就告诉你这个和声走向是怎么样的。那个时候，但没看到画面，就非常有意思。介绍一些西方经典的。了解，就是技术面是其次了，对，其次还是听觉，听觉一个文化性的引进就对了。对，所以曾宇那时候学，就从那时候开始学的吗？我不是，我其实是那会儿一直在听，就是我们是初中接触的西方摇滚乐，是，然后。但是我们没有太多渠道接触说怎么学。那时候你也没吉他。 对，也没吉他。对，真的是。然后高中时候开始自己有家里可能支持了一个很便宜的吉他，就买了一个。对，然后就开始我们叫扒歌，就扒那些从崔健开始到国内这些，然后包括国外的这些都会去学就对了。对，所以少峰也会弹吗？还是不会？会。你也会弹？对，我大概。但你现在都让他弹？对，因为他弹得好，是弹得比你好，对，好太多了。对，以前我弹得比他好。曾经我学的早啊，是我十岁就出道了，就学吉他了。你是高中？对，我高中。你刚才学？对，我16岁吧。哇，是我上大学一年级的时候，后来就丢下了。就我上大学一年级的时候，也是那种。咱们这儿叫民歌餐厅的驻唱歌手，我以为是在酒吧。你们那边叫什么？叫酒吧？就酒吧嘛。我就一个人，一把吉他，一个歌本，45分钟一节，我唱3节呢。可能那时候唱的很多都是翻唱的，对不对？全对，全都是。就是你那时候特别，能掌握的歌是谁的歌？您的作品啊。我一般到第二节的，到二一般都是天天想你啊，真的？是真的。那我现在可以听两句吗？当我伫立在窗前，你越走越远，可以吗？还真的两句，两句吝啬。所以那个时候是为了纯兴趣，还是有一点要为了是要挣钱，还是干嘛？纯兴趣。正好放学回家，因为我不住校，我家离学校很近。正好有一个叫 Lucky Bird 的酒吧，幸运鸟。对，人家就写我们在招一个驻唱歌手。你千万不要带你的乐队来。这个、他只要一个人就对了。对，这个老板我觉得也挺有意思的，他就告诉你千万不要带你乐队来。是，哎，我就去在那唱。唱了多久？唱了一年，一整年，然后我们就开始组乐队了，然后我就觉得我上岸了，我终于可以 rock and roll， 脱离了驻唱酒吧歌手的。了解，对，但并没有上岸，就更就成为了岸上的鱼。对，真的是。所以那个时候。其实我看到你们资料写啊，其实对啊，还有宋柯老师，对不对？也是你们的一个，算是进这个圈儿的一个恩人了。对。但那时候并没有真的出片嘛，没有。我们录了一张demo， live tracking 那种的，全部的吗？全部17首歌，一从下午到晚上就没停，就全部录下来。然后呢，就放就搁那儿了，对，放着。就是上级领导听完之后觉得。其实我觉得就再等一等作品，他们觉得 OK 了。但是同时那个时候，华纳签了另外一个叫达达的乐队，他们可能整体从形象各方面更加的，他们比你们资深吧，商业一些，更商业。达达没有比我们还要比你们还晚，他们大概2000年成立的， okay， 我们乐队是98年就成立了。了解。但我听过达达，但火星电台我一直到陈奕迅我才知道，就很妙。
因为我相信很多朋友真的是从陈奕迅的一张国语专辑，是，发现一半一半，那时候想，哎，火星电台不错一半，那火星电台到底是个人呢，还是一个团体，还是一个团队？后来发现原来是两个人，两个人，有人做创作，主要是邵峰嘛，对不对？嗯，我写一个。那曾宇主要是编曲，好像也有写曲嘛。对，也有。大概是什么样情况下你会决定你要写曲还是什么？就你帮他改吗？还是？对，就是有时候，因为有时候我们创作是基于一个编曲。就有时候我会把，特别是如果是电子类的，对对 对，就会把它都编完了，然后我们俩一块儿在上头，就是想旋律，想旋律，对哦，那种情况就是你比较会，对，所以凭空用吉他弹，你不会特地想去写一个 melody，偶尔也会，但后来可能就尤其这些年就越来越不去用不想吉的，对，就是心里没有特别的，对，就没有太多的惊喜或者刺激，可能对那些音色的刺激会更能刺激，甚至在那个那些音效卡啊什么的，对，就是带给你的快乐还更大一些。对。那邵峰呢？你一直还是创作挂的？对，我还是喜欢坐在钢琴前面啊，抱着吉他那种感觉。所以你会弹钢琴？对，小时候的。哇，小时候家境挺好的嘛，感觉其实也是借钱吧。我们小时候都有那个学钢琴的，不骗你，我们七八年那一代，七八到八零出生的这一代人，都学那时候北京有20万琴童，对，是去外面还是在家里？在家里和老师学嘛。所以你家里有一台，就是借钱买一台。OK，有小提琴、手风琴、钢琴，那时候三大乐器，那是一个风气，对，那时候，对。对，没有人管你是不是真的喜欢，或者你是不是应该这么做。对，家长就互相说，哎，他家在学小提琴，好啊，也不管男生女生，不管，都学钢琴，都学。对，可是后来真的爱上音乐的也就很少，也不是那么多吧。应该还好，就对了，应该还好。不过邵峰就一路走，就一路走到底嘛，对吧？而且曾宇后来离开了华纳之后，甚至你们一度算是就是拆伙，就是各奔前程去了嘛。嗯，对。你开了一家小公司，对，这家公司到现在还在，还在。这家公司现在您还是老总，对不对？还存在。然后现在邵峰是你的旗下艺人，就火星电台是你们公司出的，对。所以搞了半天，最后还是自家公司自己出。对。可是现在你们已经应该名气啊，业务啊，肯定啊，各方面都已经越来越多了嘛。业务挺多的，是的。上升期，上升期，会觉得很来得很晚吗？不会吧，还是觉得是就是刚好水到渠成。我觉得刚好吧，因为很多时候小时候写很多其实写不明白，你拿回来以前的歌看看也觉得好，真的吗？对，这里面的歌都是近期，近十年吧。十年也很久了耶，十年以来，十年也蛮久了。因为很多时候你也知道，就修修啊、补补啊、改有那种。其实在资料中他们也很坦白的说，对，因为是做自己的嘛，对，那又没有人捧着那一些钱到你们面前逼你们干，就赶快出嘛，对，所以就一路就要慢慢的做。听说有些人好像做了很多版本嘛，对，什么赫尔啊，赫尔，还有嘞，赫尔的动机是2012年写的，2012，对，到现在我们改过。为什么说是曾宇老师对邵峰同学的命题作文呢？这什么意思？哎，我本来在赫尔上有一个听到他那个底有一个特好的旋律，然后说想写点什么东西，我当时也没有太多的这个文字上的概念了，就是一具象化的没有了，然后抽象的其实也没有，是。然后他说这样，我给你一个命题作文吧，然后他说我们写写身边的文艺女青年。因为大陆有一个 title 是文艺女青年，就是台湾叫文艺青年，我们没有特地区分男女了。对，在那边分，因为就觉得女孩更矫情一点，更矫情一点，所以有点就是贬义之词就对了。现在是的，现在看来真的当年不是吗？当然不是，就是行为这一类人吧。对，是真的，文艺女青年是好话，是非常好的。所以那个时候你写这个的时候呢？就是这样的状态，还是好的，就是赞美赞叹的。然后就是我收集了很多给人家发微信啊、发短信、写 email， 说问了很多问题，拿到答案发现完全没有共性。因为其实越边缘化的人，你会发现其实他个性是很强的，你很难找到共性了。后来我就想，算了，我干脆写一个我自己心目中的形象。了解，什么叫短发？哦，就是头发的短头发，因为你这里印着繁体字，把它写成发明的发了，所以我看的时候一开始有点讶异，但我一念出来，我突然就懂了，就是你们的头发的，对，短头发，他现在写成发明的发，短头发，对，所以文艺女青年都是短发，
我台湾都是流行是长的，我就是他的心目中的心目中具象的，对，非常具体到某个人了已经。是您现在的？对，对对 对, 对, 对，我写的时候他没有出现的，后来有了，对，成为孩子的妈了。不是，还不是，哦，还不是。老师问，发现这个你不是已经当了爸了吗？对对对，但是那过去的事情。哦哦哦，好，不好意思啊，没事没事，就经验丰富就多了一点。发现后边故事还蛮多的。所以两个人都有孩子了，对，有孩子。这是避讳还是不是？这是秘密吗？啊，没有，不是秘密。嗯 ，balance 一点吧，就不要少峰有这个不多，也不要，还是少峰有偶像包袱，不要聊特别多的那个。但你们自己有写出来啊，你们有一首歌是写给孩子的吗？哪一首？就是那个 Zoo 动物园。对，为何动物园？我这样有 balance 吗？不，这蛮好 balance 的，回到了专辑上那种。对对对对对，因为我觉得对动物园在写什么，就是写一堆动物，但是不是生活在自己来的地方呢，是就像人一样嘛，就想告诉小孩其实生活看你自己吧，嗯哼，现实你可以快乐也可以，嗯哼，被驱赶就看你自己怎么选了。了解，嗯，所以你们还算是乐观、乐天的人吗？觉得在搞音乐必须得乐观一些，我觉得必须，对，必须要乐观一些，对，就是或者说真诚一些吧，真诚一些，就因为好多人，可真诚的人，有的人还是很忧郁的。不，但是就是因为很多别人看音乐人都。大家总在说坚持做音乐，是，但是其实对于我们来说就不存在坚持，就是你肯定不舒服才会坚持。是，对，哦，舒服是根本就没坚持。对对，就是我们就跟民工还比较坚持呢。就我们引着。对啊，他每天做的事多苦啊。对对，就享受这过程，所以何来坚持？我非常不喜欢说坚持啊！您坚持了这么久，不是我坚持什么了？我对呀，啊，你也养得白胖，也白白胖胖的。对啊，我过得也不错呀，而且我很喜欢做这件事，怎么是坚持呢？就是很荒谬，我觉得。了解啊，所以出来这张我觉得也蛮特别，因为通常有的人就隔了很长一段时间了，好像就很在意那个里面的重量啊，哦，然后那里面的主题啦，哦，那里面各式各样的技巧啦，哦，很希望好像要交出一个有点资历的音乐人的成绩单，但是火星电台好像我听起来没有什么压力，我觉得挺好的。那其实是我们想要达到的效果的一个，对对对对。所以一开始怎么想定位你们自己的专辑的走向？因为其实就是没有要求，对自己对整个它的后面的方向真的没有要求，就是自然有这么十首歌，是。然后九首，其实后面的那首还是个 demo 嘛，啊，对，是个零四，对，我们俩零四。你说还要再写一首啊？不能出九首。我说你把这张放进多合适，非常合适。嗯，也有纪念性。对对，对，好，我们现在来听一下你们的歌声，好吧？哎，好呀。哎，我们有一把吉他，谢谢谢谢。你要挑哪一首比较适合？当然，因为有一些是后面，尤其是有 DJ 的那个，就可能现场效果就完全不同了。其实您会发现，所有的歌最后你都可以回到，就是一定可以的，对 对, 对。你要挑哪一首？我们唱一个荒绝吧，等等荒绝吧。这首歌在讲什么？为大家讲一下。这个讲的这个是特别好玩，这个写我的一个朋友，哦，他叫黄绝，所以就谐音荒绝。对，他很帅吗？哦，很帅，很帅。真的吗？他就有点像梁朝伟。他现在在干嘛？他演员。演员。哦，所以他现在是他内地是政治演员，对。哦，对，那跟香港有什么关系？因为这个动机是我们俩去香港看 Sting 嘛，好像是，对，在香港写的，在香港写的，哦，动机是这样，然后填词填的这么一个，填的是他，对，哦，对，好，对，好嘞，那我就来唱一段《港岛荒绝》。谢谢。他就是我最完美的想象。走路到我做人很有立场，他不要脸，他有自己的主张，默默地看俗世的荒唐。谢谢大家。港岛荒绝，港岛荒绝。我发现真的好多
好多大红海的男歌手一开口就是有点烟嗓，哎，这什么原因？哦，其实讲话可能还没有，但是一唱歌真的就会雾霾太严重。还是真的抽烟吗？还是没有？小时候的习惯吧，会压低。对对对，我特别喜欢，就是我唱歌的时候和平时不一样，因为那个 key 不太一样，完全不一样。是，对对对。所以曾宇唱歌也会烟嗓吗？我很严重哦，我特别不喜欢自己的声音，说实话。对，他唱歌很好听。没有，我特别。那我特想听了，现在真的，我真的是这样的，是高的，非常高的。对，我对，真的有。就是我们你看我眼睛现在瞪得很大的，我现在尽量在躲避这个眼睛，快点，赶快来秀一首啊！就火星电台，我觉得那个里面可以很好，他唱很好听的，然后就唱没有任何准备，风给予吹，来一两句。但是他真的确实，我可以帮他挡一下，他确实特别特别的害羞。他那害羞，他都敢正视着我，你还不敢正视着我？他一唱歌真的，我作为一个长期做音乐人，但是特别不喜欢自己的声音。对，每次听到从那个从那个卖歌出去的 demo 都是少都是少唱，对，有老师加入的 demo 都卖不出去，对，确实这样，卖不动，真的假的？因为老师他唱 demo 的时候，他没有太强烈了，没有打开自己，哦，不够，他其实真的很好听，他很好听，他就是聊到打开的不喜欢自己的声音，他是很诚恳的这么说，我懂，我懂，对，所以他唱 demo 就。就很死，对，无法表达这个词曲的奥妙。好，其实火星电台说实在也是一个已经颇有资历的制作人、制作团队，对不对？所以其实帮别人制作，你们还觉得压力小一点？是，哦，是，对，好玩，对，更精准一些，对，好玩的。那需要了解人吧？要对这个人嘛，要，因为多少有点点量身打造的意思，一定要。一定要，反而是就像那如果这个人你觉得他不是很有个性，或者他的个性你不是很喜欢，那就那怎么婉转的 say no， 就不一定接就对了。对，所以你如果接的都是你一定是喜欢要的，对，你不会为五斗米而，或者就是说我们俩有一个那种小的想法，就是说他知道我们到底是音乐是什么，他可能就是因为哎你听好像听说最近有点有名的啊，对就找他，对这个、但是。这种我们也很坦诚，就是说我做出东西你也不一定会喜欢，对，就是也很坦诚。对，我因为不是那么商业，其实我一直觉得我们做的东西不是那么商业，不商业，了解，对，所以也没有五斗米的，对，三斗，两三斗，所以我觉得大家好商量也OK， 了解了解。所以现在有变比较开心吗？我说我弟说，因为通常出第一张专辑的人都很开心，是，但你们是。超开心是什么状态？很高兴，还是很高兴。但会觉得一定就要一路，就是把台前这条路要走的很顺、很宽广、很长远，还是其实非常随缘的。我是觉得这样，就是您说的那个特好，就随缘吧。而且一定要表演呀、啊，就是我更喜欢唱歌，就是是我们演出一定要做，但演出你也戴着墨镜。对，再小的场子也要，对，也要带着。场子越小可能越要带吧，因为太距离太近了，对，有压迫。对，所以你不喜欢看着歌迷的脸跟眼睛，对，跟他们崇拜的眼神，你都不能。对，没事，不用。没事，你聊，还有不用的。那你很适合去做直播，直播都不会看到真的人，你都看不到他们的活人，你就对着镜头就好了。然后对着镜头更那什么，就发现镜头更比人还可怕，了解更可怕。那再让你唱一首歌，我们再收尾吧。啊，真的吗？对，我想听《大孩子》，可以吗？好，来小段，好吧？好，可以啊。我选这个歌，我也这首歌挺温馨的，对，写给有特定对象吗？写给爱，啊，写爱的，写爱，对。如果。哦，不对，这是另外一首歌了。我要唱的，如果你让我做你的傀儡，我认了，好坏可以无所谓，诚实就对。说明这两首歌很像，很像呢、啊。这是新写的一首歌。但我相信，我不知道您是这么看吗？因为我其实一直想问，就是我很就是很敬重的前辈这样的问题，就是我一直觉得，就是人写一首歌，他可能一辈子都只在写一首歌。有此一说，但未必。
尤其我是双子座的，就没有这件事啊。那就是我一直在变身在不同的世界里啊，所以我跟崔健可能不一样。就是不太一样嘛，就是每一种创作那个核心的东西不太一样。就我还蛮会出入，你知道，就上天下地的各种啊。所以你看，我也还做主持，你知道，我不是一个关在家里只写自己东西的人。对啊，所以所以我觉得天底下本来就有不同的人，有人就一辈子画一种画风，有的他可能有无数的 concept， 尤其现在流行的当代艺术，那是各种媒材、各种变化、各种组合的。那有的一辈子就好好只能画他的风景啊，那怎么说？我觉得其实只要做到好都可以，就没那么没有那么标准。反正我是就是非常你主要就是写一种歌。就是干这件事情，对，就像您说的，我是那种，就是在那 OK 啊，如果能做到好，也挺好的。能卖的票，然后那些变化我来负责，因为我也双子座。哎，机长一下，对，我们那个好，来唱呗。我要抱着你，不让你受伤。我要看着你长大的模样，我要为了你不停地歌唱，直到爱不再离开你身旁。谢谢，好听，大海子，今天很高兴访问，从哪儿来的？北京，北京来的。你们是乐队吗？还是不要叫乐队？乐队吧，还是乐队啊？乐队酷一些啊。Beats 了，北京乐队，火星电台，谢谢老师，知名的创作人，谢谢也是制作人，谢谢老师，很高兴认识你们，谢谢两位，谢谢。